气流水仙花、紫卡植物，一株可以吹飞海鸥僵尸、喷射器僵尸、蜻蜓僵尸、气球僵尸等飞行类的僵尸，同时它也可以吹飞小鬼僵尸。种植时需要消耗100点阳光，冷却时间为5秒，攻击范围右侧单行，攻击目标为单体。一阶气流水仙花，当有僵尸出现在气流水仙花右侧时，气流水仙花会喷射空气弹攻击僵尸，有 50% 概率使僵尸僵直，有 30% 概率吹飞小鬼僵尸。二阶气流水仙花，风力加强，气流水仙花能制造更强的气流，有 40% 概率吹飞小鬼僵尸。三阶气流水仙花，超强风力，气流水仙花制造更强的气流，有 50% 概率吹飞小鬼僵尸。四阶气流水仙花，能力觉醒，种植时有中概率直接释放能量豆大招，一次性向前方发射10个气流子弹。五阶气流水仙花，龙卷旋风，攻击时有 15% 的概率发射更强的气流子弹，对第一个僵尸造成更长的僵直，有极高概率吹飞小型僵尸，对第二个僵尸造成普通子弹的效果。